市其实是一个非常电影文化电影氛围非常重的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今年很重要的这个大家看到的台中电影2011放映季啊，那我们是从8月13号到10月29号，我们在10个行政区里面一共有25场的演出哈，那么会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当然，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刚华的陈副董告诉我们的啊，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印度风的电影，那么还有非常不同的风格的电影啊，刚刚有国片，我觉得大家来看了就知道啊。那还有就是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，这一次呢，我们非常谢谢啊罗代表来参加哈。那然后我们在13号我们的开幕式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来参加，因为我们这次准备了非常非常丰富的特别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那我说的小礼物其实一点都不小啊，因为有从台中飞到印度的4张来回机票啊，真的是非常棒啊。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媒体朋友，所有在场的朋友都欢迎大家来参加，一定要来啊。在大海中放电影，以前我们都是在户外剧场放的，刘演每一次都有去看，我知道。那这次是我们从这个礼拜六之后，在大海中，包括大甲、东势、五眼的大甲也有去放电影啊，所以涵盖了这个大海中的这个区域哦，所以它范围更大。那因此我们这一次的电影啊，它的涵盖的区域跟场次啊，比以前的多很多。